百年的建党建国历史，有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片段。今次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影片《1921》，选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前在革命发源地上海诞生的进程为故事的核心，并且启用了众多年轻演员参加演出。我认为是有着不忘初心和薪火相传的意义。要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我们需要有更加多高质素、有创意的文化艺术载体。我期望内地和香港从事电影以及其他创意产业的人士，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加多富教育性、具正能量的作品。The production team from the festival's opening film, 1921, shared their views.